后听三体广播剧时，我找到了答案，就藏在黑暗森林的结局。在这里，绝对理性的三体世界出现了。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透明的牌靴，没发牌之前就可以知道开装、开弦还是开盒，这个准确率呢几乎可以达到100%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随便洗牌，随便将牌洗乱。我们现在将牌洗乱，无论多少副牌都可以，百家乐通常都是8副牌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呢，随便切牌，洗好牌之后，将牌放进牌靴。然后呢，立马就可以知道哪一家最大了。我们现在是庄家赢 ，Bank Win。Bank Win， 庄家5点。下一局闲家赢 ，Player Win。闲家9点，下一局闲家赢 ，Player Win。闲家8点，下一局闲家赢 ，Player Win。插修。下一局呢，庄家赢 ，Bank Win。点 ，Player Win， 闲家赢，Player Win， 这个闲家是5点，这家是1点，下一局是和 Tie。打和，下一局庄家赢 ，Bank Win。庄家9点 ，Player Win， 闲家赢。下一局庄家赢。庄家9点，下一局庄家赢 ，Bank Win。下一局和局，打和 Tie。Tie 和局，效果呢可以达到100%。准确率100%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们联系，谢谢大家。